假设 A、B、C、D 是实数，则下列何者正确？第一小题，如果 A 大于 B， 那么 A 跟 B 乘上 C 之后呢，还会符合 AC 会大于 BC 吗？好，那如果今天我们的 C 是大于0的，那么我直接在不等式的两边乘上 C 之后呢，它会符合这个原本的不等式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 C 是小于0的呢，我的 A 跟 B 乘上 C 之后，是不是乘上一个负数就要变号，那么呢这个 AC 就不会大于 BC 了，所以 A 是错的。再来 B 选项呢， A 平方开根号加上 B 平方开根号会不会等于 A 加 B？好，如果今天 A 跟 B 都是大于0的，那么这个条件呢就会成立。但是如果它是负的话呢， A 跟 B 都是负的数，负的数经过平方之后变成正的了。好，正的再开根号还是正的，但是它就不会等于 A 加 B， 因为当 A 跟 B 是负的加起来之后呢会是负的，所以 B 也是错的。好，再来 C 选项， A 大于 B， 那么 A 跟B 各加上 C 之后呢，不管 C 是大于0或是小于0，它一样还是会维持 A 大于 B。 好，所以呢 C 这个选项呢是正确的。再来 D 这个选项，如果 A 分之 B 大于 C 分之 D， 那么 BC 相乘会不会大于 AD 呢？好，如果今天 A 跟 C 都是正的数，这两个都是正的数的话呢，我们就乘开之后呢就会得到 BC 大于 AD。 那如果 AC 两个都是负的数呢？好，两个都是负的数的话，乘开也会一样会是大于的。但是如果他们两个一个正一个负呢，好，譬如说 A 是正的， B 是负的，那我把它乘上来的时候， B 乘上 C 是不是就变成负的，然后 A 乘上 D 就是正的，那这样子正负号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？好，所以 D 这个选项也是错的，所以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呢，就只有 C 是对的哦。